还说美方认为这个谈判需要性行动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升级，美国应该也必须为此负全部的责任。你刚才提到的布林肯国务卿的有关言论颠倒黑白，再次深刻的展现了美方的一些人的霸权的心态和强盗的逻辑，那就是我可以肆意的挑衅你，但是你不可以反对或者自卫。美方应该放弃任何打台湾牌的企图，言行一致，不折不扣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，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。如果美方一意孤行，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美方负责。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美方必将为其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利益承担责任，付出代价。Thanks for watching our YouTube channel. Follow today's top stories and breaking news by downloading the NBC News app.